嗰、那個就係初次嘅新嘅首領武將，哇！呢、這個咁似武田嘅嗰啲裝束，嗰家伙帶住衣背，係呢一帶冇見過嘅精靈啊！小六，你哋初次之國，附近火焰之國嘅人向你提出合戰要求啊！呢個係咩戰略遊戲？我未玩過，其實我連佢點樣係受吉棍二十回合。你边玩噶呢、這个系？出发乱乱猪，我哋系衣背啊！男同女都系衣背噶，打到全部敌人，还剩二十回合。初始成已经系我哋嘅囊中之物。啊 ，OK。突然之間要打啦，我哋要開始啦，同埋你一個神秘嘅唔知咩嘢，有波波球，呢個電腦嚟嘛，應該唔收控制嘛。撳 A 掣出發，點出發？十字鍵。哇！佢一定逼你，佢一定逼你行嗰一格喎，跟住撳待命。哦 ，OK， 一般戰棋類啦，真係。現在並不是使用技能的時候，有啲咩技能啊？我哋呢只係真嘢定係本國製造嘅遊戲？咩叫真嘢？呢只係呢只係以前 NDS 出過嘅一隻信仰之野望咯，加埋 Pokeball 咯。呢啲敵人交俾我，連環巴掌，哇哦！哦、真的有叫声喎、啊，呢、這个几好啊！听到佢嘅叫声，呢一个嘅大牙你整到旁敌人旁边，佢呢个教我真系好教我，一定要指定我去边个位置，使用技能，有得拣方向，100% 嘅命中率，电光石火，哇！一击杀，要同獸吉大人匯報喎、啊，獸吉大人應該就係風神獸吉啊！咩字嚟喎？連結啊，連結14.56啊，應該代表星呢之類啦，係嘛？死守住呢個初始城，即係一個漂亮嘅合戰。亞視，因為某啲原因同半丁一齊旅行，可唔可以俾我加入佢嘅大人嘅隊伍？可唔可以 save 呢度？似乎不好，唔得，我一定要入喎、啊。這個全名系咩？浅井亚士啊。OK， 亚士啊，冇错啊，我唔知要定，因为我对呢、這个，除非有啲好嗰啲饰物咧，好明显啦、啊，否则我都唔知道边个嚟。喺咁样嘅乱世当中，流传住非常古老嘅传说。得到17座城嘅话，乱世嘅创造者梦幻嘅宝可梦将会现身。梦幻的宝可梦呢一个系任何武将都憧憬嘅传说。啊，就系咁咧，喺呢个乱世当中咧，围绕住呢一个抢夺城嘅激烈嘅斗争，合战不断重复。织田市系，佢系织田嗰边先嘅，系嘛？半丁都好，必须要变得更强。首先就往呢个初始之国嘅城下。初始之国系乜鬼嘢嚟噶？应该呢个吧？进入应该进入啊，翻翻自己个城先。从嗰边躝开，嗰度有田园，肯定咧有野生精灵喺度去进行合战嘅训练。OK， 要令边个去一起去咧？走吧，各位啊！遵从作为首领嘅大首领嘅我，点样行动先好啊？我可以喐啊！齐心協力合战，对面系咩人啊 ？OK， 即系我哋可以喺呢一个地方升咧，升完咧就可以去打呢一个嘅另一啲城嘅城主系嘛，跟住进行剧情。我哋依背嘅技能系电光石火，只有前方先可以打得中啊！呢一个咧。连环巴掌真系都系前方喎、啊，咁呢个我哋
先待命一下先啦，我哋喺度等佢过嚟，睇下佢会唔会过嚟先。加油呢度啦，你去待命。OK， 敌方回合开始。哎，准备过嚟送死啦佢哋。好，我哋叫波波球特星。伊贝嘅拼命特性同埋呢一个波波球嘅铿锵特性喺合战同埋训练当中满足条件嘅话，自动发挥精灵嘅能力。唔同嘅精灵所拥有嘅特性都唔一样，可以确认一下。点样确认？有冇得睇啊？唔识睇。唔知点样揿，唔紧要啦，你打先啦。先用波波球喺呢一度用呢一个二万巴掌。一击死咗，犀利。好，跟住打呢一个冇黑鹰，冇黑鹰。哇！呢度点解死咗咁劲？一嘢撞死咗。因为撞死嗰只冇黑鸟，哇！休息要等一个月时间，先至可以再行动。小鹿个家伙对呢个外行人咧，对手都感到棘手啊！需要咧充分咁锻炼啊！哇！即想抢我哋个城啊！而家你又啊，嗯，诶 ，hello。呢个系 Super Chat 系嘛？我好耐冇好耐冇见过啦，头 Super Chat。感谢你嘅 Super Chat， 俾佢遮住咗先。喺度。Hello，Hi， 十八个道馆主，冇错。波波球，乌波唔系波球，乌波技能水枪，技能中好似水枪一样。广泛攻击的技能都有，哇！呢啲咩翻译嚟？对活跃精灵使用的技能都了解咧，哇！佢呢一个佢个翻译唔系好掂啊，可能因为太旧咯，翻译实在咩嚟嗰个宝箱？我玩呢只 game 咧，其实谂翻起咧，以前 GBA 有只好似咩鬼武者嗰只 game 咧，我就成日玩，成日玩，觉得好好玩，得闲我可以拎出嚟玩下。竟有中文，因为韩法嘛，好耐以前嘅。我都试下执嗰个礼物，究竟系乜嘢礼物？好，搲佢。连环巴掌打咗四次。我想知佢哋啲精灵系咪已经固定咗一定要用电光石火？应该唔系啊，佢应该学到其他技噶嘛，系嘛？哇！特登过嚟拦截我哋，铁头功。安眠系咪佢嘅特性啊？啱啱我见到，因为害怕无法行动。喺呢个时候，武将之力就好有用啦。精灵唔单止要合战，武将都有可以做嘅事。道具当中包含住武将之力。危急嘅时候就交俾波波球嘅治愈之歌吧。能够对战斗有利的武将之灵，在一次合战当中和训练当中只能使用一次。我不是复杂咩？佢讲完一大轮，我都不知道要做啲咩。佢讲完一大轮，我都不知道应该可以做啲咩喎。一口气将移动力提升。OK， 呢个就冇得用啦。哦，咁即系佢嘅意思，即系话我可以有技能可以用嘅，咁但系唔使啦，直接打就得啦。呢度可以换，可以换桶。我想执嗰个嘢，唔知打完佢会唔会执到咧？定还是我一定要执完先完？啊，冇咯，佢一定要执完先至完得。OK。OK， 大概知啦。好 ，OK OK， 明白，大概知道依家个流程系点样啦。
佔領火焰嚟實戰，睇個技能命中率就好啊！先試一試先，睇下得唔得先，係啦。我先試一試先啊，新手佢冇呢個難度計喎，呢隻 game 係咪佢係一個固定咗難度嘅一個遊戲？始終佢係一個特別版啦，即係叫做唔係叫特別版，即係一個。即係除了回合制，另外一種玩法啦嚇。估唔到你會主動出擊，今次我都會出擊啦，準備反擊啦。冇啲咁嘅事影嘅係我啊，呢個姑娘真好，我要佢願意加入我哋嗰邊。即係我打完佢，我就可以攞到呢個火焰喉喎，小火喉。戰力嚟講咧，我哋係輸嘅俾佢，啊唔係贏一咯，係贏一。其實我覺得好似有啲難贏，老實講。呢個地形係有啲咩分別啊？呢個地形，火焰，因為火焰同埋因為火柱同埋岩漿冇辦法靠近，我嘅小火焰喉係冇事。OK， 即係佢有封住某啲位置。啊，佢有限制我走位係嘛？我哋全部吞後先。全部吞口 ，OK 得，好嚟啦，看我的，哇佢一嚟已經開咗技咯佢，哇，我覺得好似要輸喎，點解可以行咁遠嘅？喺嗰邊，嗰邊有啲咩？火柱有消息的时候，咁大空间咧，佢都可以通过。哎呀，哇！佢行嘅格数好长喎、啊。我拎下波波球出去挡一挡前面，跟啲嘢出去打佢，得唔得咧？好似咁话啦。扣佢八滴血啫。我有一个梦想，火焰只不过是梦想当中的其中一站。很快其他城市都会变成我的囊中物。哇，火花！哇，佢有远攻啊佢！哇，爆击啊 ！HP 唔多或者受到烧伤的时候，饮温泉就会回复。哇，好多嘢记喎呢个 game， 呢个 game 好多嘢记喎。火山开始活动。哦，佢嘅技能系隔一格去进行攻击、哦，呢两只都系火花。我哋一系移去呢度先啦，走一走先，先退一退先。对呢个战场唔系好熟悉啊，退一退先。哎呀，且战且退。大牙，你冇办法进入岩浆，太唔想用长加火。对拍档讲啲咁嘅嘢真系过分。喂，唔系啊，佢过到啊，系火化，佢呢个火化好麻烦，我医会就死嘅，其实再俾佢喷，诶、欸，砸到系咪啊？哇，会有落石噶，佢呢个效果烧唔到我 ，OK， 我哋先搞掂只猪先啦，只猪，我哋去呢度，系咪可以打佢咁样？哇 ，nice！一边浸温泉一边打佢，系咪呢个位 ？OK， 晚火加工，佢呢个特性系 OK。跟住就斩埋呢一个火焰柱佢啦。跟住就 OK 啦。诶、欸，冇打到佢啊！啱啱讲得太快，定系冇中到啊？火化，哇，超痛 ！OK OK， 呢个过去打呢一个猪，我记得啦，打死呢只猪先。佢打完有样嘢执，但我又执唔到喺个火度。咁即系摆明玩嘢啦，系嘛？即系摆明玩嘢啦。
火焰猴其实我哋可以唔打住都得，我打就打你先。哎呀，个温泉冇咗，我见到十六，十六嘅意思系佢会打十六滴血，差唔多十六 ，OK。要点样先可以扭转局势？铁头功啊 ，OK。哇，害怕，呢杯害怕，俾人喷啰柚呢杯。系啦，惊啊佢，打捞先，三滴血啊！唔系我 OK 嘅连环巴掌，打到六滴都 OK， 顶住啊！哎 ，OK OK， 佢转移目标啦，咁都 OK， 加攻，唔会连续惊啊！OK， 直接打死呢只先啦，一系，我谂佢应该打唔死我只波波球啩，波波球用回血啦，试下用招技啦，全神贯注，啊，佢有二次行动。咁 OK 喎，有機會打贏喎咩 ？OK， 九滴血，猛火發動。哎，咁錯。搞掂。好在唔係話好難打嘅呢個。好，佔領火焰城，第一個城我哋已經攞到啦。技能威力上升，不知道去哪了。哇，攞咗个城，但系乜嘢俘虏都冇啊！你，佢哋系揾梦幻嘅精灵，唔可以喺呢个地方倒下。跟住佢哋败走啦，佢哋要啊咪。兽吉军大败，然之后佢就要迁徙啦嘛。讲到同伴，到底点样先可以俾佢哋加入？真系令人吓吃惊，连咁都不知道就进行咗合战，呢个咩人嚟嘅呢个？火焰嘅合战可以见到啦，少少年纪咧真系了不起啊！但系连同伴嘅加入方式都唔知嘅话，仲未称得上一流嘅训练家。首领武将，哎呀，令你变差啊心情。呢、這个我唔知边个，劲似前田咯嗰啲人啊，哦真系啊前田庆次，系啊前田庆次。我喺度谂紧个样乜水嘢噶。